岐山爱那乡又称为六耳林、波源爱那乡、杨耳三忍、鹿耳林、赶风堑。岐山爱那乡容易照料，吸引了新手和有经验的园丁。它在排水良好的土壤中茁壮成长，需要适量的水，但要确保不要过度浇水，以防止根腐病。对于岐山爱那乡的特殊护理，要点是需要持续的阳光，半日照到充足的阳光，有助于促进蕊加生长和开花。